请观赏英雄世家。这是李律师交代我准备的协议书、季节书，还有一些声明文件。人生呢，吃偌多，用偌多，住好好的，钱财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。阿爸说的是，钱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当然安尼想啦，才袂脏。你来，啊，什么代志？哎呀，你只甲我提起哦，你就出。好，我来想讲，过去啊，财产一半给江先锋啦，啊，利息啦，我也唔甲顾啊。这小文也会当转来上好啦。这，也唔过，不要紧啦，人生海海啊，平安就好啦，免计较遐多啦。好了，我来。有件事情我想征求你同意。什么大事？我始终不能够信任江先锋，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人。我担心他是用小吴来钓我的，等到文件拿到了，他如愿了，又不把小吴还给我。啊，这意思是讲，你也打电的兄弟，暂时还阁来往就对了。我倒是一眼看透了形势，但是啊，你要注意，佚佗无了事。我知。英儿啊，你若是要安排啊兄弟去监视江先锋哦，这是会用。但是我怕啊，你哪聊哪亲啊。不会的吧？佚佗我会佚佗过头啦，事事行行我拢真了解，我会甲你关心过啊。尤其啊，你叫迄个目镜仔先来甲我见面一下。原来爸都知道，是黄叔告诉你的。不是啦，过去我遐老兄弟来找我，甲我讲的啦。哎，迄样啊哦，腰下啊，体力也较差，
后摆事事行行莫让遐操劳。什么事？大哥，林先生来了。哦。林先生，你动来，这位是我父亲。阿伯。你就是李东南了，就是我。江先锋，啊，江先锋已经被我们盯上了。很好，爸。有没有小文的下落？哦，目前没有。小文跟丽雪没有跟江先锋住在一起。在小文还没有救出来之前呢，先不要动他。江先锋一定会去找丽雪，那小文根本不可能离开丽雪，所以把江先锋盯住就好。是。俺们都没背啦。妈。女儿，你当真没人？爸爸，算在那个江先生，过看咱地黄旧厝迄块地啦。哎，是阿公，地迄块地是你的名，妈妈嘛足烦恼的，唔知是安怎，所以今仔半杯无咱的性命。那都这个都是阿公亲戚买的，阿们阿公对啊，阿你宝贝宝贝哪有法度？哦，莫怪阿你挂拢无贝就是安尼，问阿爸就好啊。对嘛，阿爸。哦，阿你是咧讲啥？阿都在讲伊个工个啦。啊。因为照常在咱地方伊在山，哦，阿我想讲我金刚钻个坡顶也着好咧，再得对哦，伊若买地也能看跑好伊啦。爸，都是我不好。到头来，居然连出产都要送给江先锋。咱这块地吼，风水真好，但是人咧讲福地福人居啦。参像江先锋这款人，这块地提起敢有路用嘞？是啊。峰哥，这是律师交给我的，是林家茶园那块山坡地过户的所有资料。现在就等您有意将他阿公的印鉴证明交出来，一切就 OK 了。峰哥。丽雪小姐名下林家那些房地产，当然要再过户还给林家了。这一切都已经协议好了，而且丽雪签了字。那丽雪不就落个什么都没有？我已经尽力了，否则丽雪还要去坐牢呢。林家茶园那块地，价值蛮高的，正好可以跟蔡成就那两块地合在一起。答对了，我早就看中林家茶园那块地，我等的就是今天。那小文是不是要交还给林家呢？嗯，一手交还小文，一手拿林天福的印鉴证。那是不是也照计划对林天发、林有义下手，做点什么？对，我们要先下手为强，免得后患无穷。哇，小文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呢，哥哥。啊，太好了。丽雪，我有事要找你谈谈。对，先把他出去，马上就出来啊。先锋，你找我有事啊？跟林有义的事已经办妥了，法院判决下来，你无罪。真的啊？那太好了。而且林家也放弃上诉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可是你名下的房地产，我不在乎。只要能够跟小文在一起，什么房子、什么土地我都可以不要。真的，我可以为小文放弃全世界。哎，小文，先生，小文在外面哭啊，你放我出去啊！妹妹，小文给小豪抱走了。先生，你放我出去啊！我要出去。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丽雪，小文还给林家。是大家协议的基础。可是我跟你说过这一点，我死都不会答应。你怎么可以欺骗我呢？我不管，你把小文还给我，先锋，我求求你把小文还给我，还给我，我要小文。你冷静一点。我没有小文，我冷静不下来。你为什么要欺骗我？我不管，你把小文还给我，你还给我，我要小文了。啊！我忍受你的贱女人已经很久。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，好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没有良心的臭男人，不行，我什么都给你，你为什么要啊？我，你打我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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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什么？峰哥，是我了。什么事？小文一直哭，哄都哄不停。拿药给他喝，让他一直睡，醒了再灌。可是小文才那么小。你不要啰嗦，叫你去灌就去灌。哦。哎，小红，你晚上睡不睡觉？有时候睡，有时候不敢睡。为什么有时候不敢睡？ 杀人那几个晚上，不敢睡，老觉得背后好像有黑影在跟着我似的。你不要胡说八道了，去灌药，去灌药。哦。阿爸，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搬好。 但想到讲这间旧厝啊，阿来白白要给人，我傻呀！到底要住遐尼啊久啊？今仔要搬吼，我心肝出来酸起来。还有阿公没来，如果阿公看到的话，一定会很难过。这个所在啊。 是恁阿公为孝人一直打拼才得的。恁阿妈因为咧只计生气，恁阿公虽然讲阿妹仔去唔肯阿见，其实心肝内足唔甘的，我知啦。阿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拼命赚钱，再把它买回来。希望会当安尼。 这里我跟我爸曾经度过不少美好的春光，尤其是阿爸跟妈也在这里跟我爸尽释前嫌，把仇恨化为友爱。当时的情景好美好感人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 半夜时，那江先锋还不知道约定打电话嘞。可是，当我骨子要跟王小文啊啦，那怎么个无消息？那你慢慢啊急性，安尼要哪做有头路啦？走啦，不然他急性啦，我无想要做什么头路啦，我老孙头阿婆吼，我直接要你啊，无烦恼啦。但我也不是咧讲你啊，我是咧讲有神啦。啊，无你拄啊电话骂你。那我来干骂你。 我若你甲丢啦，我较唔丢歹势。尤其啊，尤其啊，尤其啊，你敢会使什么和解协议书内面哦，有写离婚无？哦，哎呦，你有够戆的啦！妈，我也是女人，虽然我没有小孩，但是多多少少的会。 体谅玉姐的心情，嗯，要玉姐放弃小文，玉姐没有做到离婚，有意怎么可以说先离婚呢？啊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小文把她救回来才重要。小慧啊，你真巧，也真捌代志，我真希望讲你会当搁转来，跟尤姨啊斗阵。
下来，丽雪没有说要离婚，有意怎么可以说先离婚呢？啊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小文把他救回来才重要。小慧啊，你真巧，也真捌代志。我真希望讲，你会当搁转来，交阮友谊啊斗阵。那就要看大哥有没有这个福气喽。友谊啊，啊，打坐啊久拢无听你讲几句话。嗯，我心里很烦。喂，林机场。林有义，明天晚上12点，在你们茶园老家，一手交还小文，一手拿你阿公的印鉴证明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明天晚上12点，在茶园老家交换小文。难怪他要我们先把老家迁出来，先交屋给他。哎，这个江贤龙是安怎经历咱旧厝的，要跟咱交换小文？伊嘛真好打的。江贤峰一定他的阴谋。啊，哪呢？明仔不是送要去的。我看。嗯，阿爸，你就让有一个人去就好了。无啦，有伊啊，家己的事情危险啦。我陪大哥去。不可以。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去，林静生、李东南一定会派人支援。可是我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来讲啦，大家富贵讲也忝啊，先入去困啦，明仔再困到头壳较清醒的，再过来参详啦。阿爸，这是阿爸，说散会就散会。当一个领导者，就是要有那股霸气跟果断。晚安，大哥，我是你读，老谢，你对我这边真情，我很感激你。明天真的很危险，我是小文的爸爸，我必须去救他。我就是。如果有什么不幸的话，爸爸跟阿母、阿公就托你照顾。小文啊，我希望你跟你未来老婆替我把他养大。阿哥，至于淑慧，你就替我帮他找个好人家，再嫁出去。大哥，我问你呢，我希望你以后呢替自己擦眼泪啊。大哥，我如果我没有回来，我这个位置就交给你了，不可以感情用事，不可以哭了，嗯？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也不要接你的位置，我只要你保证，保证你一定安安全全的回来，保证，保证，我不见得就可以回来。当然我可以骗你，但是我不想。我希望你比家有人早一天面对现实。可是我不要再可是了。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做生意的话，你可以把这茶没收。我地下有知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。我不要听这些什么地下有知，什么你明天就要是死了，我不要听这些假设性问题，我觉得很无聊。我要去睡觉。是你烦恼友谊啊？我说你睏袂去哦。友谊啊，虽然不是咱亲生的啦，但是伊嘛就细汉啊，有哪甲捏，有哪甲捏，才捏到才大汉，煞免甲烦恼。
即马只有拜到神明保庇啊。对啦，咱是毋是爱来去找乔美啊？将幼儿的代志讲互听。啊，咱乔美也是听有啥？啊，讲互听敢无路用？嘿哦，是讲莫讲互听也是好啦，伊安尼过得也较快乐。淑慧，没有想到我有写这封信给你的机会，实在不想称它叫做遗书，但是内心一直有一股不祥的感觉，一直在心里扩大。有意，你别再欺骗自己，你我都很清楚，真正夹在我们中间的人不是丽雪，而是丽雪肚子里的孩子。以我以前的脾气，我当然可以让你同时拥有，但是今天的我想清楚，我不愿夹在中间，包括你、我、丽雪、丽雪的孩子，将来都有一大堆的委屈来怨恨对方。讲得更冷酷一点，你只有割舍我，你别无选择。我可不可以今天不回答你，找我很想更圆满的解决方法？你如果想继续折磨我的话，你就拖拖，只为死彼此的心，死得更彻底。欠了他，算我欠了。求你放了，放了我，欠了他吧，欠了他，我们还是好朋友；不欠他，岁月会渐渐的让我们变成仇人。欠了他吧，友谊，欠了他吧。我真正担心，我再也见不到你，没有机会在临死之前喊你的名字。告诉你，我是多么爱你，哪怕用尽一生的心力忏悔，也无法表达我是如何真正爱。又无法再照顾你，希望我死了之后，你能够找到一个好男人，疼你一辈子。你看怎么还没有缘呢？这几年来，我某一抬头看到的月亮都是缺一角的，真希望下次看到的月亮是圆满无缺。
我也正睡不着，想出来到祖先牌位之前合掌拜拜，没有想到你也在。有人小伟，阿忠，阿公，嗯，为什么醒来之后，在咱听到咧拜拜？无啦，阿公，无啦，咱敬神是对神在，咱心怀来敬神，神明来保庇咱，安尼阿公我们来拜拜。我们都以为阿公老了，而不聪梦不明。其实阿公的观察力比我们还敏锐呢。是啊，阿公什么事情都了然于心。玉莲，小文，阿你拜完，快点去困呢。好啦，阿公，不你嘛爱快点去困哈。是啊。好啦，你先困。啊，尤其你嘛用到我的金刚掌，曾经我抱着。那你这新民公妈伊嘛知影讲我在家里等你，新民公妈伊给咱保庇啦，你今干那尊敬我抱回来啦。吴将，阿神龙诶，阮大爷来咧。好。神龙，有没有人跟踪你？应该无啦。不要让人家知道，这个店是我开的。好，我怎样？坐吧。林友已经派人监视我住的地方了。哪里修文的？小文呐、啊，小文是我偷运进去的，而且我给他吃了药，会一直睡，睡到回林家就是了。简通啊，见好就收啊！见好就收。我倒想啊，想所有的人通通同归于尽，死光光最好。你，我的活着，对我自己是个累赘，对别人来说更是个累赘。对于你，阿爸来讲，我活着，更是你的噩梦喽。我哪有这款的心烦呢？真的，贤芳啊，我看我是带你来看医生，医治你的心病。看医生，我有病。对，我从来不否认我有病。但是你呢，阿爸，你自己的病呢？我什么？那我什么病？多了。说你听得懂的，叫逃避现实；说我听得懂的，叫自私。哎，谢总。你真正会看医生啊啦？看医生，可以。除非你现在就离开林天发。今晚？对，就今天。你面临人的时候，那不会考虑别人的立场啦。你到底离不离开林天发？不可能。阿爸，我老实的告诉你，林天发早就怀疑你。林天发最近是不是很多事情都不交代你去办了，对不对？人家林天发早就指定他儿子林有义在外面招兵买马，眼镜蛇李东南不是已经取代你的地位了吗？原来李东南来的啊，是为了这件代志。对，他们就是密商，如何除掉你儿子江先锋我，你还被蒙在鼓里。以为你是林天发跟前的大红人，呸！你早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你还厚着脸皮待在林家，你贪图些什么？被人家瞧不起这么多年，你还不觉醒？阿爸，跟我在一起。我是你儿子，你是我阿爸。林天发不是你阿爸，对不对？
阿爸，我会孝顺你的。今天就离开林天发，我不愿意今天晚上我跟林有一、林天发的仇杀，你夹在中间呢。我再残酷，我再没有人性，我也有善良的一面。我一生都在盼望有爸爸妈妈活着，好让我孝顺呐，阿爸。贤浩，刘爷，银行我跟你来去。好啊，那我也跟你一起去。好啊。大哥，我俩马上去练木剑，我现在身手越来越厉害了。嗯，好。但是呢，要阿爸在旁边当你的教练才可以。哎，刘爷，咱爸要阿布来拜拜。阿布啊。嗯。哦，只要你高兴，我就陪你去庙里啊。刘爷，最重要是我的金刚孙一定爱着我抱回来哦。阿公，你放心，我会把你金刚孙小文带回来，哈。嗯，安尼话你大紧只，大紧只。嗯，阿公，出来。啊，是啊，是。以你的个性，你是不会这样子做的。你是不是在哄阿爸跟有钱？不是，怎么会呢？那你是不是自己心里又另外打算？这样子，我已经联络好警方了，你放心好了，警方会派出大批的人马，不要我们动手，江新峰就会被抓起来。那你是不是自己心里又另外打算？这样子，我已经联络好警方了，你放心好了，警方会派出大批的人马，不要我们动手，江新峰就会被抓起来的。所以我认为不会有事，我才答应阿爸跟友情陪我一道去。林先生，哎，东来，我在等你。哎，爸，好，啊，队长。来来，别打别。叔叔，这个李董男，你在家做什么？我也不大清楚哎，好像是跟今天晚上的事有关吧。银行，银行什么代志？今天晚上江先锋要把小文交给有意，那位李东南好像是江湖上的人物。可能对江先锋行踪比较了解，所以阿爸跟有意就请他来帮忙了。哦，是来帮忙的。嗯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误会。误会？那我想不想误会了？不是有意跟阿爸不借咒语，而是今天晚上的事真的太危险了，所以阿爸跟有意担心你的安危，才没有麻烦你的。我知影了，我知影了。贝啊，今天晚上我会遵照您的指示，在茶园附近安排自己的兄弟。这拜托了啊！你们年轻人办起事来干劲很好啊！哪里？今天晚上我会好好的表现给您看看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我不上啊。出来，动手啊！一进六步，我先告诉你。
英远，来人，来唐将军。请打电话给我，假装你就是江先锋，故意将时间改为明天晚上12点交换小文，其他照我原来的计划进行。你喜欢报警啊？爸，我想听听看你的意见。我是讲，今仔报警落去，还叫江先锋知影，小文敢叫台死嘞？那就不联络警方好了。联系茶行，我是李东南。徐江，爸，江先锋打来的。你说什么？改成明天晚上12点交换小文，啊不，喂，喂，哎，阿公干嘛挂的？阿这个讲话拢无信用呢，时间随在改。阿爸，江先锋可能是要多一天的时间出来复制，这样子我们可以多一天的时间来准备啊。我会联络李东南的，阿爸，你就趁今天把心情放轻松。我心情是变作轻松啦，对吧？对。什么代志？我就要死头路。没用啊！你乃要死头路啦？敢讲我甲天后来对你无好心？不是啦，啊，无是安怎要死头路？我都血泡遐尼多啊吼，而且困得啊，困得啊，代志我生活来嘛真艰苦啦。没用啊！你敢着为着这个代志来死头路呢？无我休困一阵嘛吼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休困一阵嘛，啊去旅行啦。规家脚带去佚佗佗的，心情我会较轻松袂哦。啊，来啦，对啦，伤忝嘛是艰苦，行行咧也好啦。那安尼，我着为明仔开始休困哦。好，我咧讲吼，啊，你唔通甲休困伤久啦。哦，我会定去恁家找你哦，看你倒来袂。啊，好啦，多谢啦。也是4点，天哪！我这些年来被爱跟仇恨熏昏了头。当年那一天也是4点，都是傍晚黄昏的4点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可能爱上林友谊。如果我喜欢上他的话，爸，我就会不得好死。没想到我真的得了报应，我自己诅咒了自己，看来我真的会不得好死。小文乖乖，小文啊，小文叫阿公，叫阿公，阿公，阿爸，小文应该先学叫阿瑟才对啦。对了对了，小文，妈对不起你，妈为了自己自私的爱跟恨而生下了你，完全没有考虑到你的未来，而把你从阿公阿宗的身边带走。妈太自私了，才会造成今天这种悲剧。小文，小文，妈就算是碎尸万段也要救你。江先锋他绝对不会把你交给友谊，你跟友谊都会死在江先锋的手里。妈一定要救你。
去了。阿勇啊，这是提议，阿休困几工啊？哦，是提议啦。对，不是讲无孝敬，爱离开你，只是，但是安怎啦？阿休困几工啊？不是要叫你起头路，你去上班嘞？我忘说，就是嘛，说不定你回来的时候，小勇也就回来了。你对我会记的，你自细汉，许王叔也足疼你的。王叔，我当然记得啊。小时候你是最疼我的。对，无来等哦，你个身体来保重。好啦好啦，哎呀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对，哎，唔免啦，你若送我，就是叫我气头。你咧三八呢？我来叫你起头路啦！好啦好啦，我卖送你。你家有哪行啊？恁大家拢平平安安回来，先生也是同款。我无希望任何一个人出代志。大爷，你原谅我，我夹在恁甲先生两个人的中间，我足艰苦。这许样啊吼，真重感情啦，叫休困几工啊，目骨碎红起来。王叔平常看他静静的，甚至有点木讷，没有想到感情这么丰富。哎，哦，对了，阿爸，我待会出去一下，明天晚上要跟江新峰摊牌，我想今天晚上请那些朋友吃一顿饭。好，这应该了。我来大家吃吧。我希望我走了之后，你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。谢谢啊，不客气，慢走啊。大哥，我跟淑慧一直在等你吃晚饭呢。对呀、啊。不必了，我在等李东来，今天晚上跟几个朋友吃饭聚一聚。那好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可以，你留在家里。黄叔最近休息，少则一个星期，多则一个月或两个月。家里又缺人手，工厂那里又调不出人来。那以后我尽量早点回家跟淑慧一起看店了。好，刘行啊，我觉得你应该赶快把玉玉娶回来，帮家里添个人手啊。我，哈，淑慧，你的口气有大嫂的味道哦。才没有。哎，这李东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这样子好了，我泡一壶茶给你喝，喝喝看我的手艺进步了没有。哎，淑慧。不用泡了。为什么？你不喜欢喝我泡的茶吗？不是，我怕我喝了之后，我舍不得走。舍不得？以前还嫌我泡的不好，现在竟然舍不得了。淑慧，你今天很漂亮。我忙了一天，头发都乱，衣服都脏了，怎么会漂亮？你今天真的很漂亮。李先生，哎，李东来。哎，淑慧，有事，那我走了。好，早点回来啊。
有贤，有贤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没有。啊，对了，淑慧，晚上我要去同学家看书，可能就睡在他家里面，我不回来睡觉了。走了。以前今天晚上好奇怪。最寂寞，究竟为什么说爱我又？